晚上好。这个玩意儿卡得我脖子好紧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补个小妆吧。这大头，因为我生日公演的时候，为生日公演的时候买的。But， 因为我生日公演不是要玩嘛？谢谢负责儿的礼物。哦，什么负责儿、富贵儿的礼物？然后我就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开了美颜，我这个卡比的头会一大一小，理解一下。Hello，晚上好，确实有点勒脖子，可是他这就是，难道我头买小了？我感觉应该是我头买小了。Hello，晚上好。我生日公演应该，我感觉好像没有机会带，就是没有时间带他。就是我现在就是策划，他是没有时间的一个情况。我这个 MC 的那不行，我肯定不允许我一个人戴这么大一个头套，然后那啥的。哎呦，我的脸是毒性的时候戴。哦，你很聪明哎，毒性的时候戴，好像很有道理，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噔噔噔，对，我今天确实很粉，哎呦，我感觉他这个要崩开了。是啊，我很喜欢星之卡比，因为吧，我觉得星之卡比非常粉嫩。谢谢 Scar 儿纸的巧克力，谢谢。今天头好大。谢谢青叶小歪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咋感觉今天确实很粉呢？我的房间也很粉，我的头套也非常的粉。谢谢梦里的秋天奶茶，黑框眼镜，我在家里啊，黑框眼镜在旁边。我老也不用老是戴黑框眼镜吧，戴了黑框眼镜，虽然会显得我眼睛有神一点，因为我眼睛没化妆的时候很神，不是很神，很无神。谢谢西兰花汽水的礼物，这个头套是卖萌的功能，也没有保暖的功能吧？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保暖的功能，但是它。谢谢小黄的礼物，粉框眼镜。我只有黑框的，还是上次那个。我一戴眼镜，啊！对不起，友友们，我的脸太大了，啊，它靠不住。这还是我上次那个，但是我一戴黑框眼镜，我的脸就会浮动，因为我开了美颜，友友们，大家不用管了。是头套小了，谢谢我的小粉的礼物，我也感觉他头套小了，但是我不能把它拿掉，因为我拿掉的话，我头发已经塌了，感觉头好大。对，这头套是我自己买的，网上买的。晚上好，好大的头。这样可以显脸，我的脸很小。会给他美颜，会给他美个颜，因为他是个脸，所以说会的。你看，他一直在动，我的卡比一直在给他瘦脸，谢谢啊！看看，啊！好尴尬，谢谢奶茶能量的礼物。对啊，他一直因为我这，他要识别这是一张脸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哦，好吓人！
哎，我现在我的脸都一直在等好恐怖，要么我把它摘了吧。但摘了的话，它一直在动。算了，我把瘦脸关了，再见了，瘦脸，破瘦脸。好了，这下应该不会再浮动了吧？对，因为我戴帽子它会塌，所以说还是会有点变化的。有变化呀，我的脸都一下小了，大了很多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了。主要是卡比变了，是呀。没了呀，好了，今天真的天气很冷，我今天手冻的，那啥，冻死我了，我的手一直在流鼻涕。不会刚刚在帮我的卡比瘦脸吧？不会，我的脸都没有瘦到吧？刚刚我没有感冒。双十一有买什么吗？啊，感冒了！天呐，感冒真的很难过，友友们。我感受过感冒的感觉，非常疼痛。啥？非常疼痛，也不是疼痛，就是嗓子非常痛，脑子也非常痛，各种都非常痛。我双十一没有买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不知道买些什么。或许大家能告诉我能买些什么吗？谢谢我的小粉的礼物，买了蒋舒婷的深写。对，我故意的带这个显得我联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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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买衣服。妈妈，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。吓死了！妈妈差点冲了进来。买了格，没有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买格子裤哦，因为我就是说，格子裤很多了。这样才可爱，哈哈。哎呀，他一老是撑开，我的脸怎么这么大呀？我的天啊！但是他可能是，让他先压小一点好吗？因为他这个真的很小，让他压小一点。那下这卡比真的太大了，那小点。我的脸，哎，我的脸怎么成长方形的了？对啊，当然是卡比的问题啊，超级无敌卡就是卡比问题啊！我好像个蘑菇啊！我怎么会像个蘑菇呢？我不像蘑菇，是因为这卡比的形状不好。它如果这么小就好了，它现在是这么大。它如果这么小就好，这卡比怎么有点变形？还有耳朵，卡比耳朵吗？这是假的卡比吧？这么小就好？哦，这是手，哦，我也有手，这也是我的手。确实，我觉得卡比确实有点可怜，但是它确实长得有点太大了。晚上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后我没化妆，我就戴这个眼镜，显得我眼睛特别有神。这是他的脚吗？这是他的手吧？手，冻着的手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得，我不能开空调，我要忍住，不能开空调。谢谢 LIAN 的礼物。我要一开空调的话，我就会流鼻血。So，忍住。完了，我后面不乱吧？
哎呀，以后我直播我知道了，我要整理一下。我在那啥，我今天这衣服非常的厚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先不能给你们看。好好好，看到了格子裤啊，那还是那一件格子裤，那还是那件格子裤，没有动过。啊，我明天要干一件事情，谢谢卡比玩偶的礼物，我要把我的鬓角修剪一点，因为现在有点长了。谢谢圆圆只为科科的秋天奶茶。每天看开个直播有助于讲述情，主动整理衣服。可是我已经开了好几次直播了呀，但是也没有去整理这些衣服呀。我给你们看格子裤。我身后有一件灰色的格子裤，有一个黄色格子裤，上次我手灰尘了。还有一个红色的格子裤，没有给你们看过。我穿过，但是很久之后都没有穿过了，已经被我放柜子里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格子裤，好像还有，很多格子裤。我还有很多格子衣，还有很多格子帽子，还有很多格子袜子。其实我真的不是喜欢格子，友友们真的不是我脸大，是他这个头他太小了，真的很容易崩开。我不给大家看了吧，没有必要看，因为也不好看，我已经把它遗忘在衣柜里了，就是说。谢谢一整个磕到的秋天奶茶。Thank you，我这头套其实不是没有很不舒服，相反我觉得还挺舒服，很暖和。谢谢是咸味麻薯鸭的，秋天奶茶，Thank you，还好不是非常开裂。帮我高价清空衣柜，谁会想看我？谁会想要我的衣柜？不要来尬了。不过我家里白衬衫也很多，也其实也没有很多，两件嘛。这不是栗子呀，这个是麻薯。我网上找的麻薯的样子给你画的，什么栗子？哦，但是我确实画的不太好。因为我真不知道麻薯该怎么画，麻薯就是这样子画呀。让它变小一点，请不要来尬，那真的就是麻薯。谢谢我的小粉的秋天奶茶。大家都知道我蒋若婷其实不是很会画画的，而且并且很讨厌画画。谢谢是咸味麻薯芽的礼物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希望我的粉丝们不要太嫌弃我的画工。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这个天赋，而我有很多东西地方都没有天赋，而且我后天又不努力的练，比如说画画，如果我后天努力的练，说不定会好一点。唉，这就是人的真实。天分，我可没有天分。今天收到婷婷的贺卡了，哦，欠了大家好久的贺卡，大家终于收到了。我看国王排名了，很可爱哦。我看了第一集，很可怜。那个小孩子这么小，就要去当国王了。今天跳的啥舞？不要问了，今天的舞我这辈子不会去跳了，是一个男团的舞。我跳上去真的很丑，就是用力也用不到，也不会用，不会发力，然后又很不男人，是那种男人，不是那种男人。现在走走秋天奶茶，不是我们公演那种男人，我们公演是女男的，而那个是纯男人的舞蹈，这根本就不会跳，就整个人就是说很奇怪，跳得很奇怪，就是感觉用不上力，因为我觉得老师根本就没有在用力，老师真的就没有在用力，就跳得很帅。
而我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很奇怪调的。他对他跳的很随意的帅，而我跳的很随意的丑，而且是练了很多遍还是很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主要是今天那个上那个老师的课的人很多，所以老师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纠正。怎么哪来的马力？马力，马力，不干活搁那送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。这马力是谁？我有点忘记他是谁了。他是哪个粉丝？马力。想不起来是，哦，对，像 XO 那种，真的就是 XO 那种，他要求感觉非常的也重要，但是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发力点的问题，哎，主要是那个老师太忙了，他太 red 了，他是个很 red 的老师，他根本就不会 care 我，但是我求求他 care 一下我，我说老师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发力呀？他就会给我会教我了吧。谢谢久居我心已成王的生日猫。我没有，我不能再叹气了。我爸爸今天回来，他说我已经叹了好多气了，他很生气，所以现在我真的不能叹气。啊，他说我。老叹气，运气都会叹走。谢谢冰湖公园观光客的秋天奶茶。我啥时候翻牌？我今天翻了35个牌啊，还没有翻到你吗？好吧，好像还剩几个，还剩十几个。哦。谢谢全人动力的秋天奶茶，快过期了，好吧，我如果今天记得的话，是啊，我今天翻了真的35个。谢谢是咸味麻薯鸭的秋天奶茶，小粉，这位粉丝说，为什么你一开直播就是催营业？然后紧接着小秘书就发了一条横评，什么时候发微博？我发微博，我不是前两天才发过吗？我已经没有照片了，主要是。谢谢萝卜皮的倔强的秋天奶茶。怎么这个沈梦瑶的老公怎么天天问我要东西？上次问我要那个。迪士尼的帽子，今天又问我要卡比帽子，你是不会自己买吗？你是沈梦瑶的老公，你这样子注定做不了她老公。OK，请你自食其力吧，不要老是问我要东西了，问你瑶瑶要东西。谢谢蛮蛮醒着的礼物，Thank you，玛丽。我的榜一玛丽儿，请问你想要什么业务？你在现场吗？没事啦，现在刷 FT 的我已经全然当做一个礼物收下了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好意，谢谢大家送我的 FT 荧光棒，Thank you，谢谢摇个不停的秋天奶茶。猜猜你是谁？猜猜你是？姐姐，谢谢鸭宝宝，幼年好静怡没有看哎，什么幼年好静怡呀？幼年好静怡是什么？谢谢西瓜也太好吃了吧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一整个磕到的8个荧光棒，谢谢萝卜皮的倔强的巧克力，谢谢萝卜皮的倔强的玫瑰花。我的声音好像蜡笔小新，你的声音好，
你的声音才像蜡笔小新。明天考试可以给你加油吗？可以呀，超级爱耶耶，这位粉丝，祝你考试加油。明天要超常发挥哦。你喜欢上了一个侄女怎么办？说真的，这个问题，你确实是有点问错人了。就是说，你不如问问我们 H 队的别人吧。喜欢上了个侄女怎么办？那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耶。有没有人可以教一下他呀？毕竟他都来跑来问我了，说明他还是很想知道。好，我努努力啊！你喜欢上了一个侄女，首先呢，你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魅力掰弯他。如果说没有的话呢，那你就赶快离他远一点，让你不要再对他心动。然后你再换一个人喜欢。我只是觉得正常人都会这样做，有没有人跟他有一样的情况呢？赶快出来分享一下。我不是说这个问题，我是说一些忧愁，大家可以一起听着乐一乐。两个字，快跑！其实也不用快跑，其实你可以默默在他旁边做个朋友也可以。我的忧愁就是今天男团的舞跳的丑的要死，而且还一批一批录视频，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了脸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忧愁。那么我随机挑选一位粉丝来分享他的忧愁吧。是咸味麻薯这位粉丝，哦，这是你的忧愁。那么首先呢，我给你一个意见啊，你说你老很想见我，但是又见不到我。那么今年总选你帮我投到御三家，然后我就会有自己可能巡演的机会，然后我就去你的城市去巡演，然后你就可以见到我啦。加油，麻薯。我的格子裤又露出来了。好，我现在不能动了，我现在不能移。都来分享一下，今年总选给我投了一个亿，你不要再给自己做梦了，好吗？还一个亿，你能投1块钱我就感谢你了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谢谢，love you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提什么总选了，好吗？是谁提的总选啊？总选都过了，还搁那提，好吧，是我，谢谢，sorry，谢谢白胡子老弟的礼物，确实，我真是太讨厌了。买不起握手券，可以在我队列，可以跟粉丝聊天吗？可以呀，我可以，你买不起握手券，我可以亲自到队列里跟你聊天，好吗？有没有觉得我讲的挺对粉丝很好的？买不起握手券的，一律我亲自出去来握手，那个队列跟你聊天，免费的。然后叶总第二天就微信找我谈话，以后我就没有握手会了。所以说，最后一次握手会大家要珍惜哦，就是13号的握手会。我蒋舒婷，还有谁买不起握手券的？打一，我就一个一个来找你们聊天。这么多人买不起，一张握手券多少钱啊？不要来尬的好吗？现代人，哎，握手券一张多少钱啊？我感觉每次好像都不一样，是还是35块吗？1分钟哦，不一。10秒钟，30块钱1秒钟吗？还是10秒钟啊？还是几秒？30块10秒钟，
原来沃尔沃要花钱，我总有种感觉，就是沃尔沃根本都不需要花钱，只需要你人来就好。原来都是需要花钱的，可能因为我是蒋舒婷本人吧，我从来没有握手券，就是用过握手券，我握偶像都不需要握手券，因为就是说发个微信就能握到了呀。啊 ，sorry，哈哈，10块到账，谢谢 JXDF 的哦，20块到账，哦，200块到账，哎，合影多少钱？哦，20块，哦，30块，30块，握手多少钱？谢谢世贤为麻薯的礼物，我真不知道合影多少钱，合影多少钱？合影500，我不信。完蛋，那我上次穿这么丑，大家来合影。那不是很亏吗？我应该，对不起啊，我下次穿的好看一点，谢谢有点气。哦不，只要我人在就好了，穿什么不重要，OK？我穿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蒋舒婷人在就好了，不然你随便大街上穿，有个很漂亮的美女穿的很漂亮，你会花500块钱给她合影吗？不会。所以说我蒋舒婷比较重要，穿什么不重要。当然，穿什么穿的好看会使这个合影变得好看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不重要吧。好吧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重要的，还是需要有一点点重要的。有没有人对？有没有人像小秘书一样想跟我的格子裤合影的？我可以临时套上去跟你们合。毕业了，去剧场门口摆摊，握手10元一张。那让裤子来上班就好了。不好吧？那我把裤子放在那里，我人都可以不用去了，是吧？或者是我放一个西兰花在那，就代表着我蒋舒婷在那儿弄，给你们看一点点我的格子裤，一点点。谢谢 LIAN 的荧光棒，想看我格子裤的打一。好，就给大家看一点点。好，就在这儿。格子裤要去休息了，他就下场下线了，好吗？没看到。黄色那条哦，好像在中心。我今天穿的是一条白色的裤子，因为我白色的裤子呢，很配我上面这个黑色的床单一样的花色，这是粉粉的呀，多可爱呀！不像我的性格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性格是啥呀？我的性格是什么性格？你们很了解我吗？什么性格呢？我白色的裤子，我有很多白色的裤子呀。我的性格呢是，我的性格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性格。你是黑色的，咱俩是不是情侣裤？说真的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今天有人穿黑色裤子吗？对啊，我性格确实很好。我感觉我的性格真的好的，我都要疯掉的好。只能说明我的粉丝培养的好，我的粉丝就略微的有点暴躁，说明我没有把你们培养好。从现在开始，跟我一起呼吸。快点跟我一起呼吸。
要静一下心，静一下心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这是跟我一起吸呼气，跟我一起吸气，每天这样来回做好几次，有益健康。大家以后就来我直播，我带你们一起做好吗？好，然后要经常的冥想，也是很有用的，就是躺在这里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就思考，这样闭着眼，哎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冥想，对。我在认真头套显得我没脖子了。哦，你说对了，那我把我的脖子拆开好吗？不行，好像是得合上，因为我脖子有点冷。拆开之后，等一下，冥想，来跟我一起冥想。我记得有个老师之前教我冥想很有用，就是可以让你的大脑放轻松，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然后。心里想，大家闭上眼睛了吗？心里想一片湖，然后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鱼，金鱼，哎，金鱼会在湖里吗？不对，是池子里，好吧，重新想，重新想，闭上眼，闭上眼。我记得那个老师当时我让我们闭着眼，然后让我们想象一块，好，闭上眼，想象这是一片草原。你能闻到青草的香味，然后有奶牛在草上奔跑。你深深的，吸一口气，你闻到扑面而来的牛屎味儿，然后你往前走了2步，你发现有一个水池，你轻轻把手插入水池，把水扑到脸上，一股清凉。怎么没有人？怎么一股清凉？哦，一股清凉，一种清凉的感受。对不起，我语文不太好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写下去了。一股清凉的水扑面啊，扑面而来，用过了。一股清凉的水，你感受到了一股 我觉得很搞笑。好吧，那就重新说一下好吗？你们再闭上眼睛，求求你了，这次肯定行。你们闭上双眼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地上的雪已经积满，已经到你的脚脖子了。你往前走着走着，发现路上的灯忽明忽暗，有一盏灯亮得出奇。你往那盏灯的方向一直直径往前走，发现那是深夜11点半的星梦剧院。星梦剧院还挂着好多照片，好多女人的照片。门口，白天看她们是大 top，晚上看，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你，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你抖了抖肩膀，但是你对星梦剧院的爱，让你拿着包蹲了下来，进入了队列。原来你是明天拍《迷你 Life》的黄牛。哇，这个文就写到这儿了，我写不下去了，流鼻涕了。然后你好像突然睡着了，当你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。
6点钟了，你的身前身后满满的都是女人，就你一个男人。哦，你才意识到，原来你是在排 H 队成员的 mini life。 我是真的觉得大家一点都不关心我，怎么都没有人跟着我一起闭眼睛呢？如果你们闭着眼睛的话，你们应该发不了弹幕。我在说哪个成员，管他说哪个成员，我觉得都是这样。有没有人刚刚闭了一下眼睛呢？有没有人闭眼睛的？我给你一个奖励。我怎么知道你们闭了眼睛呢？你们有什么证明你们闭了眼睛？如果你们闭了眼睛，你们现在弹幕应该发不了中文，因为你都是随便打的，你们应该是乱码。队列冥想。好幽默，大家。好吧，那我相信大家。好吧，那我随机奖励一位粉丝。我也闭着眼啊，随机抽到哪位粉丝，我就奖励哪位粉丝。努力生活的阿诗呀，好，就奖励你踢出我的房间。好，我再奖励一位粉丝，闭一下眼啊。叮叮叮叮叮叮，爱吃兔兔四八，那奖励你看一下你的个人主页。好吧，零动态、零美图、零视频，无聊的粉丝。那我再闭上眼睛，我再奖励一位粉丝。妈妈鸡落落鸡，哎，我发现我好像抽到的都是我自己粉丝啊，不错。妈妈鸡落落鸡，我奖励你。哎，那我也看看你这只鸡的个人主页吧。你的粉丝两个，而且你的壁纸是我，好漂亮啊，是我总选的那张照片，好漂亮。那我再闭着眼睛，我再奖励一位粉丝一个什么呢？野战萝卜二号。好，那我就奖励，那我就奖励你禁言。算了，禁言的话我以后找不到你，我还把你不把你放出来了，那我就把你踢出去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萝卜 sorry goodbye。谁想尝试一下我的拉黑功能呢？就是说，有没有不是我粉丝的？啊，全员动力，抽到你，奖励你看看你的主页吧。哎呦，粉丝酒，怎么你们都不发主页呢？有没有有主页有东西的让我看看？有没有主页有好玩东西的让我进去看看？人间小油条，哎呀，你太快了，看看。我看了一下幻缘的，好可爱呀！幻缘它有个小仓鼠。主页怎么发？你问问别的粉丝。水无月木，看看。没有。没有。23333个人主页。有一张迪士尼的照片。人间小油条是谁？哦，人间小油条有一张沈梦瑶跟阿星连麦的照片发上去了，头像用我蒋舒婷的。那你是推我沈梦瑶还是阿星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查水表查的是不是有点光明正大？对不起啊，鸭宝宝，看看，鸭宝宝也没有，可以把你踢出去吗？可以啊，23333。好啦，那么我今天就是说认真的了解了一下，之前还夸你是学霸，忘记了，我蒋舒婷学霸太多了，包括我自己也是个学霸，看看你的球球了，
好吧，20压，看看你的。阿诗丫真是对我是真爱粉，她的主页全部都是我，好感动呀！袁一奇是中心猛男，这我帮袁一奇看看什么傻子粉丝去的 ID 看看，好吧，没有主页，好吧，本来想去给跟袁一奇告个状的，我每天都看你直播。你每天都看我直播，你说你改个 ID 我就不认识，你觉得我是什么？你觉得我是有什么魔法吗？我知道你们都是爱通过 ID 懂吗？难不成我还靠你的这股心灵感应？你是真觉得我有心灵感应？你人过来我就能闻到你气息？我没有，我是通过 ID 才记住这是你。如果你用了我别的粉丝的一个 ID，我就以为你是那个粉丝。我蒋舒婷记住你们每位粉丝都是通过 ID。我一说这来气，大家千万点贺卡的时候不要写什么猜猜我是谁这种，我真的猜不到。虽然我蒋舒婷没有什么粉丝，当然也是有粉丝的好吗？就是没有办法猜到你，而且我也猜不到谁会给我写贺卡。OK， 所以说我说一下，大家千万不要玻璃心啊！我蒋舒婷，除非10年不改 ID， 我永远记得住你。OK， 好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就好。我，你不用记得我，我记得你就好。我不用记得你，你记得我就好，是不是这样？确实说的也很有道理，说的也有一点点的小道理。谢谢是咸味麻薯鸭的秋天奶茶 ，Thank you。叮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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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小七，谢谢。幸运风筝的秋天奶茶 ，Thank you。不可以靠粉丝和偶像的羁绊认出来吗？谢谢空山，谢谢有点七七拐拐，谢谢幻云，谢谢 LIAN。确实，谢谢老酸奶的礼物。可是我跟太多粉丝有太多羁绊了。你是哪个羁绊？哇！一下猜不到，谢谢小黄的礼物，谢谢杰尼龟吃鱼吗？通过颜值认出来，你如果来现场我就应该能认出来呀，因为我看脸，我记脸还挺快的，除非你长得真的是太大众了，我不是大众不好意思啊，长太大众了。我也记不住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不是长太大众了，是长不是是你们来的时候你们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我就记不住，因为我根本就对你没有印象，我只是知道你一个人在讲话，但是就不行。但是我个人觉得长得再漂亮，我也记不住，因为我身边美女太多了，我对美女有一点点免疫了，不得不说，哈哈。啊，我会，我脖子崩了，我知道我脖子崩了，谢谢，不用提醒，因为因为这卡比的头围太小，我头围太大了 ，OK， 把身边美女排行一下，那多尴尬呀，我不排，谁爱排谁排，我才不排。如果硬要选的话，我不排，我不排，算了。怎么横屏还聊起来了？我也没有。怎么横屏还聊起来了？喝酒别发弹幕啊！怎么
上次也有个粉丝，什么一什么鸭子，喝完酒来跟我发横评，还好他没有发一些过分的话。刚说哪儿了？刚说哪儿了？哎，刚说哪儿了？想不起来了。我有没有觉得我比较喜欢吊的女生？其实我还好吧。我的嘴巴是正方形。谢小黄的礼物，我也不是很喜欢吊的。我阳刚的、帅气的女生，差不多了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好像阳刚不能用来形容女人，对不对？用阳刚是形容男人的。Sorry，不打算猜猜我们应援数人数吗？600，肯定是哦，618是我生日的人数，所以说你能让我猜。正方形啊，明明，谢谢大猛林的秋天奶茶。多少？1002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上次问记得还是300。回归1000了，可以买粉没？是不是？哇，alright，alright。是正方形啊，不正方形吗？好，red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说正方形就是正方形。麻薯有小号都不会承认，谢谢我的小粉的秋天奶茶，都是自己开的。那我算一算啊，1000个粉丝。我的蒋舒婷粉丝35个，活粉啊，35个活粉，每个人开2个，有些真爱我的粉丝开10个，哎，不会真有真爱我的粉丝开10个吧？没有呀，因为我们 H 队现在公演排的这么少，我蒋舒婷掉了一些粉，所以说又从65个变到35个了。我蒋舒婷是很有规划的，好吗？自己和自己聊天，啥玩意儿啊？我只是非常认清现状，对吧？哎，我刚说哪儿了？哦，每个人开10个小号，也就是350个粉丝，还有一些粉丝是我以前的粉丝，忘记退群的也算进去。呜呼，开个瘦脸，看看我的卡比儿。啊，心碎了，心碎了，这么可怜，那你赶紧进群。小了，菜了，菜了，我怎么记得我之前看过你 ID？你到现在居然都不是我应援群的人，肯定有很多粉丝都这样。大坏狐狸，你肯定也没有在我应援群里吧？哼，我随便再点一点粉丝，你瑞恩，你肯定在我应援群里。杰尼龟吃鱼，你肯定不在我应援群里，因为你是许昂一卓粉丝。一般般，你肯定不是我的粉丝，因为你的名字很一般，而我蒋如萍的粉丝的 ID 从来不会很一般。48岁没钱的粉丝，你肯定不是我的粉丝。不，你肯定不在我应援会里，因为马上B50了。你作为48岁没钱的粉丝，你肯定不在应援群里。对不起，我的卡比在那个啥了，我的卡比在蠕动。风筝，你肯定在我应援群里，因为你急切着想要让我知道你在不在应援群里，说明你肯定在应援群里。换员，你肯定在我应援群里，因为你可能是个管理吧。见字饮水，你肯定在我应援群里。好了，我要说一下不在我应援群里的孙学习，肯定不在我应援群里。想想都知道，听上去就每天要学习，谁会在我应援群里呢？
小六是个美术生，听上去每天就要画画、搞设计、搞实习的，肯定不在我应援群。爱吃西兰花的咸鱼，这肯定在我应援群里，因为他的名字里有西兰花，说明他是我粉丝。小李不是舔狗，肯定在我应援群里，因为他是个舔狗，就喜欢舔我。对不起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笑。啊，我眼镜是，眼镜是400多。对不起，我背后那个啥又露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么我再来，我这个圆圆今天有钱了吗？听都没听过，我第一次见这个 ID， 说明他不仅没有在我应援群里，他甚至今天直播的时候第一次看。我真的太了解每一位粉丝了，真是的。好了，我真的不希望我再这么了解大家了。每次每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粉丝，我心都要多碎一下，很 sad。哎，我的应援群号是多少来着？谢谢我的小粉的生日礼物。我的应援群号是多少来着？播到11点钟。78568577啊，我的应援群号，真假的？不要骗我，我的应援群是从7打头的。等等，那我上一批的应援群号是，哎，我去年的应援群号是多少来着？7226143476啊，我这个记得，但是我新的那个老是记不得，七什么来着？谢谢好好吃的20个荧光棒，叫什么？七什么？哦，78568577，有一个广告效应，就是78568577，我多念10遍，你们就能记住了。广告都是这样的，78568577，78568577，不行，我要编一个曲子。我想想，78568577。17，不行，这个不顺口。7758577。7758577。好了，我念了几遍了，大家。7758577。7758577。好，我这下记住了，大家记得下场直播提醒我，7758577。我再给我粉丝们洗脑我的应援群号，7758577，7758577。还有手臂的动作，跟我一起动。胸口这儿，肩膀这儿，眉毛这儿，退群重新加，真是有病！7758577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在一步一步升高。好了，我给我们的应援群的这个动作都想好了，7758577，7758577，7758577，给我手指加点动作。7758577，好，就是7758577，
七七，这就哎呀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希望我替花苞们永远相亲相爱。谢谢 Red 的礼物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好了，那么下场直播，我随机考，随机挑选一位粉丝进行复习，然后要发到超话，我蒋如婷要抽查 ，OK。好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谢谢有美女在吗的礼物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啊不对，你们帮我一起唱，怎么已经有人跟我说晚安了，我还没结束呢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我真哎我还没唱完呢，好，我随机挑选瑞哥，我是读书人这位粉丝，接下来呢我要进行一个考察了啊，考察你这位粉丝，也不知道你是谁的粉丝，应该是瑞哥的粉丝啊，那随便考考你，那接下来呢我会做一个动作，然后你呢进行一个唱，但是我又不在你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唱，但是我觉得你要做个自觉的人，因为你是成年人了，知道吗？好，谢谢我的小粉的礼物。唱出来了吗？唱，不是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我的断句是这样的 ，OK， 不是七八五，我是七八五六，第一个是四个。好，这个接下来我再换考一位粉丝，接下来我唱。你负责动，你负责做手臂的动作，起名真的好难依，这位粉丝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唱歌曲，你，哎呦，卡比，你在家里进行一个做这个动作 ，OK， 二三走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做了吗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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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了吗？哎，好，做了就好。谢谢大家配合我。那么已经11点钟了，跟大家聊天非常开心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七八五六八哦，兰花指，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谢谢 Red 的礼物，我还可以反手，七八五六八五。七七，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就七八哦，男生版，我真的我忘了一个事情，我有男粉啊，做这个会不会太娘了，我给你们编一个男版的，就是男人版的，七八六八，哦有了，我想起来，我今天有个动作很适合，好像有两个男粉，两三个男粉，为了这两三两个男粉，我也要。而且有很多很多女生喜欢走帅气风的，我也要考虑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七，好，学会，快回。哪里油了？气死我了！没有油，七八五六八五七。好，我重复一下啊。好，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好吗？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这是女版的。还有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这是男版的。然后。还有少儿版的啊，哎呀完了，我下次记不住了，咋办？少儿版的是七八五六八五八五七七啥来着，哦，七八五六七七，这是少儿版的，少儿就是18岁以下的用这个。
然后那个少儿版的、女生版的、男生版的自己选择。男生版的是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好了，没有老年版的，老年版的，那他四肢肯定不灵活。老年版的七八五六八五七七会不会太难了？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哦，太难了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这就是老年版的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好了，这样，先右手打开，左手打开，往前打开。但是男那个老人版的，他需要带点胸腰，因为你们动作已经很简单了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，好了，四个版本了 ，OK。说真的，如果这都记不住，我真的有点瞧不起你们了。好了，那么我就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不会的问题呢？可以来问我，我也不一定会回答你，因为我讲述题很懵。没有手怎么办？那你用脚做一样的动作也可以的。好了，那我就结束啦。七八五六八五七七。好了，拜拜。我刚刚再复习了一遍。好了，拜拜。886。